加嘞，加这。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这期的高级班这么多人，啊，有人会跟你笑说，啊，你都要想要做官啦，是不是想要做官？我没说，你要说是，我想要做官。你在台湾民政府，你就要做官。但你做的这个官，和国民党的官，和中华民国的官，和民进党的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记得，有人跟你说，你都很爱做官，你说是，我很爱做官，因为我为台湾人民好，我爱做官。因为你若无做官，要安怎呢？你免客气，台湾人的本性爱甲提出来。我甲各位讲，你今日坐伫这个所在，你受台湾民政府的训练，毋是为着别项，你是为着台湾的人民，要为着咱的子子孙孙。要过较好的日子，对不对？对。你若既然安尼，你就爱做官，你就爱争取，爱争取你应该做的官迄个地位，甚至做较大的官，因为做较大的官，你才会当做较大的决定。啊，若无，你何必来想要创啥？到恁家睏敢唔好？看电视敢唔好？现在你看电视也不错，节目也不错，一天天跟连那个林义士、吴敦义不错呢，连续剧真厉，我跟你说，中国人都这套的。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说，六月下旬，我不要跟你说健康的日子，六月下旬，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有来台湾，十几个。我跟你今日跟你讲这个消息，我跟你负责任。你绝对看报纸看无，嘛无人会跟你讲。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安局来和中华民国的军队和中华民国军方开会，开什么会？你会记得？报纸不是真写几啊摆？马英九的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内底讲，伊要买军购案啊。美国讲不爱卖给伊武器，我老早有甲国伊宣布过。落尾啊，即马讲好。伊申请讲要换啥？要换 F-15 甲 F-16。你唔能叫是讲要换 F-15 甲 F-16，足简单嘞呢。其实是安怎？美国军方来，中华民国嘅国防部、中华民国军队、空军拢来，这里。美国嘅军方甲问中华民国嘅军方一句话。请问你呢？知影讲 F-15 会当换雷达系统，会当来换导弹系统，你哪会知影？咱干会晓看报纸呢？报纸讲要甲 upgrade 雷达系统，要甲升级，咱想讲足简单个啊，敢毋是？但是美国人真巧呢，美国奇怪，啊你中华民国。讲要将这个雷达要升级，导弹系统要升级，啊！你这个尝试从哪里来？中华民国答不出来呢，也国防部答不出来呢。但是美国的国安局发脾气，甲讲，你一定要讲，你如果不讲，你这个资讯是从哪里来？啊！不，你哪知讲要谈话？滴滴嘟嘟，甲老百别讲出来，中共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和
中华民国的国君。共产党把中华民国教说，你去跟美国要求雷达要 upgrade， 要升级，导弹系统要升级。所以美国的军方在你摇头，莫怪哦，莫怪哦。你中华民国的军人去你中国在开会的时候，他说什么？共军国军等于中国军。所以你再想看看啊，军购案里面 F-15 跟 F-16 说要把它 upgrade， 有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我还在一次上课在这里说，你时间看我说的有影无影，你就知道了。这你在外面团队听不到啦。美国军方又跟我说，这边他去菲律宾、去泰国、去越南设立美军顾问团。你再想看看啊，美军顾问团这个名咱台湾人听到哪很熟悉的，有没有？哦，几十年前那当时有一个美军顾问团在台湾，有没有？我跟他问啊，我说你也在看台湾没去呢，你是怎么要在菲律宾设美军顾问团，在泰国设美军顾问团，你怎么不爱在我们台湾敢设美军顾问团？他就笑呢， Yeah Roger，你读个歹，讲我读个歹。我伫台湾，我都唔免设美军顾问团啊！我美国军事政府直接入来就好啊嘛。可见吼，我对这个论述吼，还是有缺点。人伊比我较清楚呢，所以我会当伫这个所在正式甲各位宣布。在年底上麦马尼的年初，美国军事政府的总部会设在台湾的 AIT 的内湖路100号的所在。唔免我讲，你即马拢会晓拍手啊！我阁甲你讲，但是后壁即句话我听了，我就开始烦恼。伊甲我讲哦，Roger， 你也听哦，听清楚哦，清楚哦。我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设立，不是表示说我马上要将你台湾的管辖权，我台湾的这个管辖权马上要交给你呢。我说为什么，你就入来，你入来就要交给我台湾民政府啊，因为你人不够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你举手我看看没准备好的举手我看看有良心啊，我们还没准备好了。所以有时候想想，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啦，你台湾人有一个人到今天为止要说什么是台湾民政府还搞不清楚呢，哪有可能说中华民国就自然要离开，要将这个政权交给你，将给你台湾民政府，你这点人，太坏。其实台湾人不要看局势，不要看，真正不要看。因这群人来的时阵，刚好咱看到咱六月二日，伫全台湾七间的报纸拢已经一个半版的。伊讲，你台湾民政府开始行动了。其实我唔敢讲 ，CIA 开始行动了。咱闹急。咱有钱去订迄个报纸，遐大批，迄个几啊百万呢？各位，恁有捐钱来订报纸有无？有诶，举手。无人捐钱呢，奇怪呢。那报纸哪会甲你订？我知影，迄七间报纸拢惊咱。其实讲着可能惊咱，最近有足侪人摕咱迄张台湾民政府迄个身份证啊，四界去用啊。有效呢，去监理所会使用，买车票会使用。我甲各位讲，我相信咱在座各位啊，
有真济人啊，拢有用着即个台湾公民身份证，咱台湾政府发的迄、那个迄、那个身份证拢有用，啊，拢会使用。尤其伫倒，伫高速公路讲足好用的啦。高速公路去用动起来，驾照拿出来，你讲提迄个咱迄张身份证，驾照啦，你拿这个干什么？我只有这个。讲伊干那去丢尔啦，看看，诶，台湾政府发的身份证呢？伊无啊，看看伊安怎讲呢？有发无？你拢想要知影你看，无发呢？行，伊甲伊讲哦，诶，我是中华民国，这个不是我管的，你离开吧。拍手啦！我咧讲这個，我无白讲哦，我无白讲哦，真的哦。即马真侪人已经知影吼，咱台湾民政府这个工课啊呢。伊即马家己知影啥？我甲你讲啊，虽然还阁有真侪唔相信，但是嘛有真侪人知影讲哦，台湾民政府早晚要接着政权啊。美国国防部阁甲我讲一个代志，伊讲 Roger， 我即马讲，因为伊是用英文啊，我甲翻译啦吼。当然我欢迎无定带讲一个啊，带一寡秘书啦，你较听听了较爽嘛吼。用哪样？你台湾民政府是政府呢？我是啊。中华民国政府嘛是政府呢？现主席中华民国迄个政府，迄、那个流氓政府，伫现主席伫当下，伊无定会当甲你管，但是你毋通袂记哩。有一天你台湾民政府这个政府的地位啊，会比伊较悬啦，换咱来管伊啦，你知影无？所以你甲看，到过一摆，就是讲到今日为止，中华民国制度以下的这些警察法院，对咱台湾民政府唔敢甲你处分，唔敢甲你处罚，因为咱是照国际法律来。所以你对你家己本身要有信心，好唔好啊？好。这个内底，但是如果甲讲一句话，伊讲 Roger， 拜托你一件事啊，讲什么事？你上课哦，不要骂国务院呐、啊，国务院打电话给因呐、啊，讲我每一摆上课回头该骂个对了。其实我唔是安尼啦，伊讲吼 ，Roger， 你没有弄清楚。美国的国务院所讲的是政治台湾，你台湾民政府所讲的是法理台湾，你们不相当嘛？所以政治台湾会当讲笑话嘛，政治嘛，乌白讲嘛。啊，对，所以台湾人未感觉很奇怪，就讲，伊跟你讲的政治的台湾，咱去讲的是法理的台湾，法理的台湾总有一天一定会赢过这个政治的台湾，因为这个政治会变化嘛。法律是未变化的嘛，所以伊甲我讲，你一定爱甲你的动心啊，咱的动机啊，鼓励。法律一定会战胜政治。讲到法律，来，问题来哦，听好清楚哦。台湾到底谁的？日本天皇的去拿手我看好啊，日本的拿手我看啊，无拿手是什么意思？无不对啦，是日本天皇啦。但是日本天皇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一米啊，第一条的米啊。日本天皇已经去予伊 suspend， 就是去悬置，甲吊起来，袂当表示。所以咱即摆要行的路，到底要安怎？我讲最近一个例，互你听。最近啊，因为奥巴马伫选举，所以奥巴马伊为着倾听民众的声音，所以伊开放奥巴马的网迄、那个网站内底啊，伊讲恁会当向我奥巴马提出一个问题，恁若我到底一个月内底人数25,000名的时候。我就给你回答。您知道这个消息，你拿手我看。
无几个，你看可怜的。我阁讲这个例给你听，你就知影。奥巴马即马一个公布这个吼，夭寿的韩国人吼，我感觉韩国人吼，差不多每一个大大细细拢伫用电脑。咱台湾用电脑啊真少，我甲你讲哦。所以我伫这个所在爱阁一摆甲各位讲，恁大家人爱去学电脑，过去我是讲有学无学拢袂要紧，但是我今日讲一定爱学。你若无学啊，你就变作无知。你若无知，你会去用消灭，去用拍。我讲这个例是啥？韩国人有人向奥巴马提出一个意见，伊讲吼，韩国和日本中央有一个东海，有一个日本海，啊，佫过有一个东海。伊讲奇怪呢，啥那这个海你佮叫做日本海，那也袂当叫做韩国海。为什么要叫日本海？啊，我认为讲你奥巴马爱甲改。我甲你讲，一个月内底伊连续几个，你知毋知？十几万呢。日本人看到，发动另外一提案，甲奥巴马讲，不可以，不可以改。自古以来，即个叫做日本海就袂当换。奥巴马。伊落尾伊回答，伊讲即个日本海是自古以来就是叫做日本海，所以他没有道理，全世界拢无道理甲换掉。咱台湾嘛有推阿面呢，甲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伊讲哦，请问奥巴马，我台湾人的国籍是啥物物件？第二个问题，伊讲你台湾现主是伫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啊，你乃不爱替台湾设立台湾民政府，两个问题，很不幸，提出这两个问题，竟然是咱民政府的人诶。美国马上电话给我 ，Yeah, Roger， 你们这个学员的受训是不够呢。啊！我美国的翻译都已经给你判过了，你台湾人无国籍啊，啊那么清楚啊，啊你搁你问我什么意思？你简直是不尊重我美国的法院嘛？无理不？有啊？当然无理啊！所以我就是讲，咱台湾人所有人的读下来底，一定要逻辑观念呐、啊。美国翻译已经给你判啊，台湾人是没有国籍的国籍嘛？啊！你问奥巴马，奥巴马绝对跟你讲啊，没有国籍啊，所以这个案我就不发动，大家可以给他联署，我没有发动，因为到二三，今日二站嘛，到二三25,000名绝对做袂到嘛，开好伊死去较好啊。第二个案，设立台湾民政府，美国国安讲，Roger， 啊，你遐人拢读个歹。啊，2010年的9月7日，2010年的7月7日，阮美国五个单位，甲你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地区设办公室，9月8日甲你举行酒会，啊，我毋是甲你承认的，啊，不是啥物物件。你讲有趣味无？台湾人都推啊，推到即款程啊，程度吼，有来上课嘛是同款。啊，各位，我希望咱大家上课哦，爱上有效的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遮细声呢哈，拢唔敢讲呢。卖讲吼，这边听，那边过啦。所以你是在你上课，你要弄清楚啦。啊，无上无，那本册你买去看。那本册看完了，牙齿我看嘛无。新台湾论看完了，牙齿我看，拢还袂看完呢。拜托看偌久啊？讲已经哦，你来去上高级班了呢，啊没有看完呢。啊，拢无看，你牙齿我看麦。你不敢贏了最一天我一定要給你檢查過來。所以這兩個案，那當中有人在跟我說、Roger 還沒發動，我沒有發動，我說這兩個案要讓他主人要讓他消滅，果然沒錯，到現在為止連署的人沒到4000個，這4000個都是什麼人你知道嗎？推下面的日本，
哦，台湾对阮真好，较紧来甲人数啊，所以四千个无到四千个，其中的三千差不多六百个是日本人呢。你有看到出于啊？即马美国甲咱讲，我就恁爱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什么问题？你要求奥巴马台湾地位正常化，要求美国把台湾澎湖还给日本天皇，你有看冇？我跟你讲啊，要靠咱去联署，不可能啦。你在座，我跟你讲，你伫咱的网上迄、那个已经有去注册，我看都无一半咧咧。啊，这两万五千个买出去，买出去，啊，若摕出来都要闹鬼。哦，我最爱台湾的哦。摕出来，敢会过？会过无？会过无？会过？你举手我看。未过的你举手我看。哎、欸，你唔敢举咧嘛？上课都较趣味的呢。会过未过？你爱表示你的意见呢？未过对唔对？美国讲我甲你教，所以咱所有的每一步拢是美国在甲咱教，你看，我想着足见笑的。今日你报道，我先摕一个物件互你添。日本参加日本靖国神社做一个正会员，有无？有。你有去甲添啊？甲六千二块，你举手我看。我手看，哎，袂歹呢。我甲你讲，这是我们的策略。咱叫要叫六百个去加入日本靖国神社，因为靖国神社有几个？有几万人？你知无？十万人啊！迄十万人就是咱的军队啦，会晓无？咱加入靖国神社，甲靖国神社，我甲你同款，我拢是奉日本天皇，所以我台湾要正常化。你十万人一个月来客我人数，这个人数贵，你就爱拍手啦。一个月一点都不难啦，爱用头脑啦，爱用头脑啦。所以咱发力，他都要听总理讲哦，咱在老会，我惊我惊到要死，唔免老会哈，免，大家吹冷气就好啊，吹冷气，你去网顶甲注册，时到我咧发动的时阵，我会通知各位。迄个时阵，甲你教讲你安怎爱去迄、那个、迄、那个奥巴马迄、那个网顶爱安怎去，爱安怎去咯？啊，你若袂晓写，你若写英文，若袂晓写汉文嘛会使，因为每一个拢爱留名，每一个拢用你的电脑。你安看，这就是啥？电脑战争呢？这电脑战呢？中国13亿、14亿人真多，电脑嘛真多会晓用的，但是呢，伊中国。要去美国，要甲人数这样，老实我无甲你骗。咱若一切照法理，咱会当唔免劳费，咱而且会过较足幸福的日子。这是咱台湾人唯一的一条路啦。但台湾现准是要甲美国要求是讲，台湾要正常化啦，爱正常化啦。我战争失败。你美国军事 政府占领台湾，我欢喜啊！你来占领我战争，我输你啊！啊，你但是你这个占台湾的时阵，你嘛要保我台湾人啊！你要照战争法里底规定啊！我台湾人唔免买武器，我台湾人唔免做兵，这是法律规定较清清楚楚啊！所以咱用告的，即马告美国，告到即马美国已经甲中华民国讲，你袂当征兵，这毋是？马英九好心呢，外面这边也好心嘛，摆成募兵制，连募兵我都不允许啦。募兵你要募什么兵？募兵去做兵的时候，你要宣誓效忠，请问你要宣誓效忠谁呀？再讲一摆，因为可能有的人在这个初级班的时候没伤到，所以你今天讲这个你听无？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内底。是讲大清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共同签这个合同，其中的第二条
将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摕着台湾、澎湖甲伊周边群岛，包括钓鱼台。我有问过各位，钓鱼台今日伫法律上是啥个？日本的灵魂啊！日本天皇甲日本是不一样。我跟你讲过，拜托，唔通讲日本呐、啊，日本天皇呐、啊，天皇是天皇啊，天皇是天皇。阮囝甲我是无同款的呢，阮囝是阮囝呢，我是我呢，我你袂当讲阮囝呢。所以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啦、啊，所以今日钓鱼台要阁上诶，日本天皇诶，对不对？啊，既然安尼，你日本政府甲中国讲为着钓鱼台想要修建，笑死人！恁在建啊，建啊，钓鱼台上诶，日本天皇诶啊，敢有结论？没有结论嘛。所以我有发表一篇文章嘛，钓鱼台的地位。所以我甲各位讲啊。你伫上课归上课，文章爱去看啦。我这文章写个真简单，啊，合理让了解。是安奈是日本天皇的，啊，怎么日本天皇的？怎么美国安那讲？美国拢点点呢？即个怎啊？美国怎啊？古阿惊我无哩骗，伊拢无爱讲啊。何你去见？何你日本甲中国去见？中国即摆我看无遐戆呢，未见。真正未见，伊足清楚的。那真诶，今日开战啦！我甲你讲，战争落去吼，唔免24小时结束啊啦。伊未见，我甲你保证绝对未见。啥来未见？明仔载上课再来讲。日本呢，顶礼拜吼，规工电视都咧哦，讲要见啊！这就较有可能，是安那较有可能？美国伫后壁伫塞弄，美国哪会袂塞弄？恁见啊，阮兜遮侪武器拢还无要用，消耗一些嘛。所以敢那亲像美国那军哦，美国哪会是安那要甲咱讲？要跟台湾民政府讲，为什么？因那个过啊，你若果无听，我就阁甲你过。啊，美国是三权分立啊，司法啊，做行政甲立法啊，所以咱掌握了一个足大的武器，就是用法律。所以今日有个人会甲你讲，外口的人啊，无可能啦！你用法律，用全世界嘛，无人用法律来建国的。我建给你看，看头脑啦，对不对啊？那也袂使，那也无法度。你想看卖啊？即马第二个演变位，演变甲我去甲奥巴马讲，你将台湾澎湖献给日本天皇，即马换伊头壳疼啦。伊免哪甲回答？伊免哪甲回答？日本天皇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尾，讲伊袂当讲话啊，伊嘴壳塞起来。阿爸即马甲要求讲你来献，安尼免啦。一边啊，爱问我啦，要来问我啦。这个时阵，我就甲要求台湾主地，台湾家己管家己。虽然我是属日本天皇的臣民，注意哦，不是子民哦，不是子民哦，叫做臣民哦，神啊，大神的神啊，臣民哦，你的名词要搞清楚呢。卖三日我别讲呢，咱是日本天皇，其实唔是叫日本天皇啊，咱是台湾天皇的臣民呐、啊。日本天皇改名叫做台湾呐、啊。我无甲你骗哦，我咧讲哦，遐日本人拢惊着呢。我你伊讲日本天皇，我歹势，遐人唔是叫做日本天皇，伊叫做台湾天皇，又是安怎？我大日本帝国原来的土地是啥？北方四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琉球、台湾和新南群岛，朝鲜是殖民地，那边讲，在这土地内底，根据波茨坦宣言建澳，伊要将大日本帝国改捞四粒岛给伊就好，
啊，迄四粒豆，麦克阿瑟去改改变伊个宪法，甲修正，所以伊一个新的日本政府产生。但是这新的日本政府，因为日本天皇要过去四粒土地的所有权、领有权，所以呢，伊变做日本天皇，变做因四个所在的精神领袖。所以不怪日本人，伊即马你讲日本人效忠谁？伊唔知啊，他不知道他要效忠谁呀？啊，伊唔知道要效忠什么人，但是土地都人的啊，伊想要家己来创，敢袂使？嘛是袂使，嘛是要经过日本天皇同意。咱无同款呢，咱到今日为止，还阁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所管辖的呢。所以原来日本天皇应该改做台湾天皇啦。我若讲台湾天皇，你就听得较爽啦。我若叫你讲吼，哦，咱都爱去尊敬，要去效忠日本天皇，有个人讲，哎、欸，啊，你这个 Roger 吼，你这个读个派，我台湾人，我去效忠啊，做日本天皇，所以想想要给台湾人较爽的，甲改名台湾天皇，好不好啊？好。你们人就是我在开玩笑、哦，我讲我是很当真哦。所以今年的十二月二十，咱要去日本，二一要去靖国神社。我也甲各位讲过，我希望你若经济上哪准允许啦，为嘛开始欠钱啦？十二月二十甲二十，咱来去日本，甲靖国神社参拜，二一。参拜靖国神社，你哩伫银座来个行街头，来个示威啦。二三去个日本天皇祝寿，阿二是倒当啊。咱要带六千饭店，台湾民政府出来绝对做带上好个。大家拢是穿西装，所以礼拜西装的师傅会来。你老爸去个？看别讲啦，国际班拢爱做西装啦。你前吼，咱最近参加一挂典礼、婚丧喜庆，咱拢总是西装，拢夹内裤带，拢戴帽啊。各位，外口人安怎看你敢知影？哎，这组织确实无同款哦。坦白讲哦，国较无钱，西装穿拢变足有钱的啦。国较无气质个，西装穿拢足有气质个啦。啊，台湾人都凊彩哩，我着凊彩穿啊，够呀，唔通啦。你今日是台湾民政府政府个官员，你莫凊彩穿啦。你想我穿西装袂热吗？我嘛人呢，总理嘛人呢，好加再有这个灵气呢。啊，若无灵气，我嘛照常啊啦，西装嘛穿嘞。其实衫是澹澹澹呢。不艰苦吗？当然艰苦啊！我是人呢，对不对？所以啊，问题是讲你做一个人，做一个台湾民政的官员，你爱安那？爱忍耐，有真侪代志会使做，啊，有诶代志是一定爱做，你都爱去做。台湾民政府，我会当各位甲各位保证一点。美国国安局、美国国防部有甲我讲啊，足清楚的。伊讲，我按甲你保证，台湾民政府绝对会接掌台湾的政权。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咱即摆要接，唔是要甲中华民国接政权哦，你要搞清楚啊。咱是向啥物人接？向美国军事政府接哦。美国军事政府今年年底。上卖马尼尼车一定到位，我甲你保证绝对到位。每一摆我听伫遮你讲的所有代志，100%，唔是今日明仔就看会到，但是较慢，但是一定看会到，无一项是假，对不对？对。我相信在座你拢知影嘛，无一届我伫遮是黑白讲，美国安怎讲，我甲恁转互恁。啊，有人会讲哦。尤其是一挂独派，
还是甚至民进党、国民党讲，好奇怪呢。啊，美国拢甲你台湾民主有伫讲，啊，拢无要向阮讲。两个原因啦，第一当然因食醋啦，第二个原因是对，恁乌白讲嘛，恁讲的是政治台湾嘛，咱讲的是法理台湾嘛，所以法理台湾一定爱甲咱讲嘛，对不对？对，就是安尼尔，那有啥？足简单嘞，我甲因讲，你若不管你什么政党，还是什么款的组织，你只要你讲台湾这个地位，那照法理讲，美国一定甲你讲，百分之百甲你讲。绝对袂定答啦，因为你讲的甲美国讲的都不一样。啊，我请问，伊是变哪甲你谈判啊？啊，这个就先冤家啊！台湾今日情形同款呢，台湾即马非常乱呢。但是虽然非常乱，国民党是恶落幕者，贪污的贪污，两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是孤手比无尾。两边拢同款啦，我跟你讲，中国国民党是中国，中华民国民进党是中华民国，啊，中国甲中华民国有啥物无同款？有啥物无同？一样呢，一个是简写啦，中华民国简写中国啦。所以啊，今日台湾人到今日为止，他看个未清楚，还佮伊个支持选举不对。你免烦恼，讲你无去选举，台湾就崩去，绝对袂崩。什么做，什么人做，拢同款。所以咱唔通去选举啊！原因我咧甲各位讲，就是讲遮啦。今年的年底，我要讲这个话以前，我若甲你讲，你无一定我都来接受。但是今日我徛伫这个所在，甲各位讲遮理由，我相信你会当接受，对不对？因为你吃到亏嘛，全世界后人讲你去转乎伊，你就阁送伊30块，啊，政党阁乎伊50块，敢那台湾尔啦。我讲这有人听无呢？迄30块就是讲，伊若调以后会当摕到30块啦。马英九689万票，伊30块，伊会当摕2亿外啦。蔡英文选无调，609票。609万票，30块，又1亿8千几啊！拢跌咧落底啊呢，烧烧。无怪这个人足爱选的，吼，上好，逐工选举上好。立法委员嘛同款，选无条，照常有钱好摕。这是中国人的风范嘛？伊甲你引诱你来选，你若选举，就是讲台湾人。在增加伊的寿命嘛，所以美国的法律判决讲，台湾人仍然生活在政治炼狱，就是这啦，政治的炼钢啦。台湾人敢来遐戆做啦，做甲要死，拍甲一仙一仙，大家拢乌乌乌啦，啊缴税金缴啊真欢喜啦，啊，有影想到哦。是好加在咱迄个官司，即马开始毋免做兵呢。他拄仔我咧讲话，即甲咱个同心咧讲个时阵，有个人即马嘛正，他较有清楚安尼。伊用蔡东营啊，讲起什么三年个兵啊，待拖一年，爱拖几年才对？对啦，安尼即马巧啊啦，后日拖一年个，爱两年啥？免钱个哦。较戆诶！我本来就免做兵，做兵是虾米款的行为？效忠行为。我做这个所在兵，我来效忠这个国家呢。啊，美国已经判讲你无国家，你无国籍啊！啊，你效忠虾米人？鬼啊！你效忠鬼啊！咱照道理，咱来效忠虾米人？日本天皇过你台湾，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对不对？丢一下手，还搁你下手哦！拜托，迄无来上课的啦，初级班无来上课，对不对？即摆先跳来高级班。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对啦！即句话讲啥？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对不对？当然唔对嘛！啊，
啊是安怎？你无所有权证嘛？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唔对嘛？是安怎？你无所有权证嘛？啊，什么人有所有权证？日本天皇嘛，马关条约嘛，到今日为止，经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天皇拢无受到处分嘛？安尼有简单无？欸，这不是功夫呢？你就是讲，你伫外口，你伫厝内底，安尼就话，你袂晓，你无来上课，你真正唔知，我无骗你。所以你要甲同情遐外口遐人。所以有当想啥？到底是咱较戆，还是因较戆？我就想无咧。啊好，今日这块土地，美国国防部佫甲我偷讲一句话，你吼上课吼。所以我跟你說，我這上課，我跟你保證說，他們都在給我看，不是只有他看而已。你知道有多少，一天，我們的網站一天幾個人去，你知道嗎？你要約看看嗎？我們的網站，台灣民政府的官網，一天，每一天有幾個人？五千幾個啦。每一天哦，五千幾個哦。啊，因為我們現在裝的那個電腦，我可以看到說什麼人要看。美国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遐拢总有呢。所以即马吼，即马电脑足发达的呢，我拢看会到啥物人就白敢看。啊，所以呢，我有讲过，咱台湾民政府上课无秘密，唔免秘密啦，因为咱有三大主张，咱要遵照国际法。那么遵照万国公法、自然法，遵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跟咱头讲，恁干那画旧金山和平条约就好啊，其他拢卖讲，我想哪会卖讲？啊，你台湾关系你敢害啊？啊，台湾关系是政治台湾呐、啊，迄早晚会取消啦。我你无卡早讲诶，啊，我你当时要取消，伊讲你拢清楚啊嘛？台湾关系法内底。跟我們說台灣叫什麼 The people on Taiwan 要求是他來美國在舊金山和平條約那個中美上海公報台灣人叫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沒人去注意的抱歉我在做事都很注意的尤其你學英文我一字一字把它拆得清清清所以呢，咱非常清楚，所以美国伊不得不甲咱帮忙。因此呢，台湾今日的地位，美国爱甲厘清。虽然还阁有真侪人无一定会当同意讲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无唔对，因为日本天皇现主是因为战争失败的关系，他拥有这一块土地，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将日本天皇的嘴甲踢起来。啊，所以咱去日本，每一年十二月二十、甲二十去日本的原因，就是要创啥？就是讲要甲日本政府讲，因为唔是讲甲日本政府，甲日本天皇讲，甲报告。你虽然日本天皇你袂当讲话，但是你还是可以点头，可以摇头啊。所以各位，今年你的经济呢允许，我拜托各位，你的成败一举，你去日本，你讲奇怪啊，我去日本，安尼台湾就会成功啊，无唔对。你若去日本，你有一天你会当甲你的后生、甲你的孙啊，甲讲，恁老爸、恁阿公啊，将台湾建设。这尼啊水，就是我的功劳啦。因为咱去的时阵，拢会翕一张相，足大滴咩，予大家人拢知影，好唔好啊？好。拜托，你若经济可以啦，三万八啦，四天啦。啊，要报名，伫楼下报名了，有一个潘先生啊，伊会来处理。啊，这个吼，这个我不，咱无直接。讲你自己教我，那不是那有一个专门人去办，啊，让你用下去办。喂，那两百个去吼，咱去年吼上台讲啥，讲一百个，但是报名报百五个，啊，报百五个时阵吼，
甲迄个日本的迄个叫做饭店讲的时阵哦，迄日本的饭店的经理安怎？真诶假的？百五个？真诶假的？特别经理啊，总经理坐飞机来台湾去找李英霞，真诶吗？用真诶百五个啊？一摆，咱甲讲两摆个，我甲你讲，上届条件是虾米人？美国国安局、美国国防部惊到，这两摆个若互你去，我甲你讲哦，咱即摆甲靖国先生个关系若阁创起来哦，咱这两摆个会变到偌济人？十万人呢？你有听到？你有注意无？所以你若去日本，伊若甲咱发动靖国神社，所有成员拢出来甲咱支持台湾民政府。我甲你讲，东京的迄个马龙拢踢起来啦！我甲日本人讲啊，要救日本，靠我台湾啦，是不是？是。啊，要救日本，靠咱台湾，咱台湾靠谁？台湾民政府啦，对不对？有当想着讲，咱家己本身徛伫这个历史的高点上，有当会很得意呢。你想看麦？你敢有想过讲，你有一天会当目睭金金看一个国家消灭中华民国，啊，看另外一个国家成立台湾？你敢有想过？你绝对无想过啦！我甲你保证，你绝对无想过啦。但这就是事实。咱一定做会到，阿妈要做好到，好冇？即马我阁讲，咱这个高级班啊，爱甲各位上这个，现主席今日咱台湾的地位的归属，大日本帝国，我有讲过，北方四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琉球、台湾澎湖、新南群岛。因为韩国、朝鲜啊，是在1905年由日本天皇和伊的总理签一个并合条款，伊主权留咧，但是将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所以这个所在，因为伊有留主权伫咧，所以伊是殖民地。韩国公法内底有讲，殖民地可以割让，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所以今日的台湾本来是殖民地，因为是拓殖地，清朝的拓殖地，伊挂号日本天皇以后，日本天皇按照万国公法，在台湾这块土地慢慢啊实施，大兴在1937年实施皇民化，让台湾这块土地顶管这些人开始也要讲日语，开始将伊的名甲改做日本名，将伊的习惯改甲日本的啊这个本土的习惯同款。在1945年4月7日，以日本天皇公布日本的这个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全面实施，当时给我们台湾人两种权利，一种叫参政权，一种叫做参战权。那个参战权就是定义效忠的问题，所以台湾人为那个时候开始要效忠谁？日本天皇。所以台湾人为那个时候开始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米，日本天皇已经变作台湾天皇，所以迄个天皇是咱的呢，你不要搞错呢。啊，终于验出 DNA 啦，原来迄个天皇是咱的啦。做这多年，60-70年，60-70年啊，才发现讲，原来咱的，莫讲老爸啦，天皇啦，上述天皇拢同款嘛，啊，就天皇这两字啦，天皇是咱的啦。所以我咧甲日本讲，我甲日本天皇嘛讲，我有一天拜托日本天皇来带台湾啦，带伫水月园，后壁山咱去一间去。迄个时阵日本人爱来拜日本天皇，因为他个一个日本天皇嘛，啊，其实应该改做啥？台湾天皇。所以有一天台湾天皇会当统领。现主席，现在日本才会倒。我跟你讲哦，你唔通叫是我，我咧讲梦啊。我讲这的话，我讲这的法律，有啥物人我都敢反驳。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百分之百无人我都甲反驳啦。安尼好无？好。唔是干那好尔，你干那好干无效？干无效？这人互你，互你好啦。你这人啦，拢知影啦，还佫足侪人唔知影呢。要安怎？爱教话啦，讲几啊摆啊，爱教话啦。啊，你会甲我讲呢？你讲哦，啊，我去甲人讲吼，拢不爱听我呢。迄是拄啊开始讲不爱听你的，但是即马呢，咱顶报纸以后啊，有足侪学者看看报纸，看看伊安怎讲。哎、欸，这报纸恁写的拢对呢，我讲你对，你唔来。伊又佫甲你讲啊，较慢的啦，互恁生气啦。拄啊开始，咱伫受训的时阵啊，有足侪人甲我讲吼，我甲看看，大家拢讲吼，哦，我真敢敢来遮受训哦，我算真有勇气呢。阮太太甲我讲，我会去用掠去呢。你有放掠去无？无嘛。啊，我有去用掠去无？嘛无嘛。啊，奇怪呢，那拢无人敢来甲咱掠。是安怎？为什么？咱是照国际法律，安尼后壁是啥物人？美国军事政府呢？你搞错了。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叫做陈学圣，伫立法院提出质询，伊讲有一个组织伫外口拢用政府，啊，你内政部为什么不抓？内政部部长出来安怎讲？这个政府没有代表其他意义，所以不抓。啊，实在有影吼，这些人拢讲迄个笑话，我无爱骗。啊，无安尼嘛，明仔载我来台北市湾开一间公司，叫做什么什么政府。政府没有代表意义嘛，那我就开个政府嘛，可不可以？各位讲，这不是开玩笑呢。今日台湾民政府跟以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只有平起平坐呢，我们比他高一级呢。一起流亡政府呢？咱台湾民主今日所欠一下人呐、啊，莫怪美国甲我讲，啊，你准备好了没有？我都答不出来哩。美国迄阵人甲咱开个条件讲四千名嘛，即马佫甲咱讲，啊，你身份证都会当用，爱会当发，啊，你若歹较紧发。啊，看台湾人来申请啊！啊，那所有台湾人拢总变作你台湾民政府，啊，你就有台湾民政府的臣民了嘛？有你无？有呢。哎、欸，这点迄人我阁无收到呢。我伫想讲哦，啊，有人甲我讲哦，哎、欸，安尼啦，台湾民政府发行迄个公民身份证哦，若有公民身份证的人，后边拢免缴税。啊！你不听，大家拢来申请。你咧拍破，什么意思呢？啊！你拢无要交钱，啊钱要对来。对啦，你很聪明。其实没有错啦。红建岭的所在本来就免交税啊。啊！这钱爱上爱拿，美国建岭吃嘛。但是我跟你讲哦，唔通讲遮早，你讲遮早，美国惊死。伊讲要是我该见面，我立遮侪钱，点点啦。咱即马讲要有钱吼，为中华民国甲国民党去出水就好啊啦。啊，你中华民国才有钱啊，你国民党才有钱啊，贪污贪得遮侪啊。爱较清爽啦，我话你骗啦。所以。当然啦，咱今日直接说，唔是讲散播仇恨，我是要取得正义尔尔，公义尔尔。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法律，我用过几啊摆。日本天皇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受到处分，所以你看琉球，伫1972年的5月15号，美国宣布。日本政府其实是不对，应该先给什么人？日本天皇。但是日本天皇因为不能讲话，所以暂时就有什么人给日本政府托管。
敢若台湾现主是暂时予啥物人托管，予中华民国伫托管。所以有一种个理论，伊讲既然中华民国是代替美国伫台湾军事占领，安尼中华民国是合法？我讲 no， 当然不合法。占领是合法，但是你叫我做兵已经不合法去啊！你叫我缴税金不合法去啊！啊，所以吼、哦，中华民国伊怎么改呢？哦，为2014年拢免做兵，而且中华民国的所有部队，因 logo 拢去掉。我伫宣布有啦，阁有我知影，但是有，唔是每一个啦。叶老啦，叶老啥？他要面子嘛。但是莫叫我翕着相，翕着相我就搁啊检举。我看迄个平安爷吼，有诶平安爷，那较睁开平安爷，迄个徽记哦，也搁有啦。啊，那较多次诶平安爷，迄个徽记拢摕掉啦。即有趣味吼，嘿，都哪讲？较无看诶所在，迄个徽记也搁有啦。啊，但是平安爷。舰车、坦克车，吼、哦、啊，这个做飞机、军舰拢摕掉，士兵迄、那个嘛摕掉，迄无啊顶管迄个嘛摕掉。你若问一般的台湾人，啊摕掉什么意思？无人知呢。啊，即爿有人烦恼，哦，嗨啦，啊摕掉是咪换做共产迄粒？有影呢，真正有人安尼想呢，免烦恼。免烦恼，真正免烦恼。所以，这边由咱甲美国讲这话，我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就是美国的军方已经对中华民国已经完全失望，都已经撤心啊啦。伊阁甲我讲一句话，阁趣味的，伊讲你即马你受训内底，国民党有派人伫内底你受训，民进党嘛有派人伫受训。我知影，调到个用公费伫受训啊！我这没有关系啊！我伫去开会，伫上课，我公布几啊摆啊！欢迎中国共产党派人来受训，欢迎中国国民党派人来受训，民进党派人来受训，因为咱是公开，对不对？对。那对啊！咱拢现场伫转播啊！什么话我嘛直接讲。所以各位。咱若有法律去做基础，你拢免惊啦。2006年10月20日告美国到今日为止，中华民国会当甲咱创治的，就是讲用伊的御用的学者讲咱告诉，咱哪有告诉？是毋是告到最高法院的时阵，国务院讲啥？放弃抗辩权。在美国讲放弃抗辩权的意思，就是讲原告所讲的拢对。啊，即马毋是，伊即马用中华民国的迄个法律来你解解释美国的法律，天甲地的相差啦，是不一样的。所以讲过转来，日本天皇今日要有台湾这块土地，要有琉球迄块土地，这个钓鱼台。是伫《马关条约》内底的第二条，包括伫台湾的周边群岛来挂予日本天皇的。所以你来看啊、哦，这个美国马上宣布讲《美日安保条约》包含钓鱼台，其实不是干呐包含钓鱼台，佮包含啥？台湾海峡。我做清楚个呀。其实不只包含台湾海峡，佮包含什么？新南群岛、南海啦，所以是安怎？美国出来讲南海，我有话讲，我恁一家啦。美国去塞弄日本，讲你可以去越南，你可以去菲律宾，你甲干涉，因为你越南有权利啦，啊不，这个日本有权利啦。啊，像日本的权利，若要讲上来，迄个权利的源头伫啥物所在？伫台湾呐，在台湾呐。啊！你台湾，所以我甲日本的政府讲，拜托诶，你若要摕南海，
要改革钓鱼台，你无摕台湾就无可能。但是日本袂当摕台湾，是日本天皇爱摕台湾哦。今日是咱爱去摕日本呢，无同款呢，是我们代表日本天皇去接日本呢。所以钓鱼台啊好，还是北方四岛，日本政府去甲退的时阵，苏联安怎讲？北方四岛不是你的，上海。上诶，日本天皇诶嘛，啊，日本天皇诶，哪边套？啥物人有权利？台湾人啦。我甲这论述，甲遐日本人讲，遐阿本人拢惊一条咧。我讲这個，你会当甲反驳啊？我若讲唔对，你甲反驳啊？哪一点我讲错了？所以，即马美国尴尬，叫咱向奥巴马提出这个说明，同时。叫咱去发动建国神社，迄、那个十万人来替咱台湾联署，好唔好啊？所以咱在座去加入建国神社，你交千二块，你为日本的直接加一个卡度，迄、那个卡度是叫做正会员的卡片，日本的直接加好哩。当时咱就开始改办联谊，所以这边啊去日本的时阵哦，就叫因讲哦，遐日本建国神社遐会员啊，叫因出来。含咱去的，不管是六百的、四百的，含因做好朋友。后摆是咱去管伊啦。我讲的无唔对呢，我一定予日本人知影讲吼，恁因为实施新的宪法，脱离日本天皇，所以今日台湾人会当管恁，是安尼来的呢。啊，所以你在座，你今日听到这个论述，你今日听到台湾的地位，你家己对你家己本身要有信心。咱是全世界上好的民族啦，对不对啊？但是因为过去六十七年来，咱受的教育网络目的，为头骗到尾，为光复开始，就是改骗。什么叫光复？战败有光复吗？绝对无嘛。所以，今日对一个同心，你甲我讲，伊讲吼，伊甲迄个以前的小学老师甲讲啊，伊即马甲吐啊。啊，台湾战败哪有光复？老师全嘴啊开开的，有影呢？我咧以前拢毋捌收过。好，战败无光复，战胜的毋知光复，啊，你台湾战败啊？什么人轰炸咱？美国啊，我跟你讲哦，你正讲啊足大声，我坐计程车我甲试呢。我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有去参加无？无呢。啊，什么人轰炸台湾？日本。我讲啊，无你唔相信哦？你即摆若坐计程车，你甲试看卖。我无甲你骗啦，你若无两个拄到一个甲你讲日本的，我随在你啦。啊？日本轰炸台湾，啊我甲问。啊！你爸爸妈妈是啥物人？啊，阮爸爸妈妈日本人啊！啊，你啥物人？嗯，我、啊、中国人啊！日本人甲日本人的囝叫做中国人。哎呦，你讲的有理呢！啊无我哎、欸，我日本人呢？咦、欸，啊我来变做中华民国？啊有趣味无？所以真济代志，你爱甲伊讲，渐渐渐渐。这人就会清楚啦。六十七年来啊，我已经感觉讲咱台湾哦，要好好台湾人拢总清楚哦。我甲你讲啊，喙齿拢白起啊，我无甲你骗。啊，所以即摆要甲奥巴马讲好，你予台湾正常化，你将台湾甲澎湖还予日本天皇，啊，要来联署，你台湾人家己若联署会起来，我头予你作做，予你做椅仔坐啦，我无甲你骗啦。一定要靠什么人？日本的建国神社，那十万人啦，好吗？好。所以你加入咱那个建国神社的会员，有道理无？有。啊，你所以交那个千二块有甘愿无？有。有甘愿你举手，我看卖咧。替别人，我嘛甘，我嘛交呢。我唔是讲叫你交，我家己无交呢，我嘛有交呢。所以你即马知影讲，谁要叫你加入那个日本建国神社的正会员呢？因为现在加入正会员，我要跟他要求一下，
你嘛爱两名律师互阮，慢慢啊来。因为因即摆是本因为建书吼，因怎样啦？戆去啊！迄胆拢无去啊！日本人啊，拍开吼无胆呢。我甲伊讲，你若拍开拢无胆，因在上面拢听无咧。啊，阮也无胆，我无想你拍开我看麦。因无胆去呢，是安那？伊甚至才去中国讲，甲伊讲啊，伊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日本变成日本省。中国是省啦，讲日本省啦，看会死无？啊，日本人惊到要死咧。我讲吼，我你若无要变成日本省哦，唯一方法是啥？效忠天皇。啊，要效忠天皇要安怎？修改宪法。啊，你讲啊，宪法修改啊，你就将和平条约第一条 B 要安怎？很简单呐，撤出联合国，为朝开始。安尼无多吗？即摆多咱个教呢，所以日本人话你讲，过去阮伫台湾，阮是统治台湾呢，啊，即摆拢互恁去教呢。我唔是干呐，甲你教，恁迄恁个地单，我嘛交足侪钱互恁呢，是即部去中华民国红十字啊，甲你收去尔呢。即边为着马英九，迄个五星旗啊，去钓鱼台啊，我甲你讲，日本人。对台湾的热，迄、那个热忱啊，减一半去。因为拄啊开始的时阵，即、這个案拄啊开始的时阵啊，第一案、第二案拄啊开始啊，拢一工拢有几啊百个日本人去甲你 sign。但是一个发生钓鱼台遐个代志了啊，我丢去，一工出二十个。所以我一旦看会出来，足清楚，就是讲，所以大尾啊。有人你甲我讲的时阵我绝决意讲我不要发动，我台湾民政府我不发动，所以我嘛你讲，我甲日本的靖国神社伫顶礼拜，因为我一日看讲迄第三案，因为第三案弄到25,000嘛，迄当中我伫讲的时阵，伊才11,000个人数尔尔，我讲安尼会害，安那日本人未去人数哦，安尼第三案会未过，所以我一个足好的朋友，我甲讲你较紧嘞。甲日本靖国神社的总干事啊，迄会长联络，叫发动靖国神社的人来联署，十天尔，25,000就过啊。咱来给他拍破啊，好唔好？所以明仔载，我有请一个真重要的日本人来，我明仔载上课。本来是第二节，我摆了第一节上，上了我要甲伊见面，了后我就开始来规划，要甲奥巴马申请，要叫伊安怎做。我即马大概啊头壳内的想的是讲，要要求奥巴马，和台湾地位正常化，同时将台湾澎湖还给日本天皇。啊，我看你美国奥巴马你边啊讲，我真紧的速度，我要25,000名，伫一两礼拜内甲签了过去。好不好？因为咱今日算是高级班，我以前遐讲的，我唔免甲讲啊。我即摆来讲，现主席规个国局势，互各位知影。南海一直要战争，啊会战无？未战。但是真有可能发生啊小规模的战争，但是大战争应该是未啦，不会啦。你也看，太平岛中华民国的部队讲要将迄个什么飞弹要甲载去有啊 ？AIT 出面甲动呢？迄新闻嘛有啊？安怎甲动？啊奇怪，我这个伊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要摕飞弹去，安奈袂使摕？为什么？因为真简单啦、啊，我甲你讲，因为伊飞弹顶管的 logo 拢摕掉啊，对不对？啊！那飞弹顶管的 logo 摕掉，飞弹摕起啊，甲藏嘞，迄叫做啥？海盗行为。哈、啊！那海盗行为，迄是足大条的呢，所以伊会摕去无？伊唔敢，伊听着惊着啊，无要去啊。各位，现准是台湾真侪代志，美国因为咱哩个督促，所以伊拢一直照法律滴行，法律滴进行，这袂好笑的啦，绝对袂好笑的。所以
美国就会跟我们说，我跟你保证，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接掌政权。问题是什么时候？两个条件，第一，4000名要训练完成。谁人要训练4000名？中立也有说，哦，4000名，你就要接政权，够有那么简单？够有？绝对无嘛，那么简单呢？但是这4000名拢是精英，咱在座各位一个人要当作10个人来用。所以真好的代志就是讲，咱即马咧受训，我甲看差不多有几半拢是足少年的，这真好。我嘛算老啊呢，60几岁啊呢，我是当他们尼乌的尔呢。啊，无嘛各位拢共款，我嘛拢白的。所以我鼓励少年的来参加台湾民政府。你无定会讲，啊，到尾啊，到一定会接了政权，因为我认为这条路阁行落去，一定会成功呢，唔免战争呢。台湾人哦，无可能战争，无可能暴力啦。你看，那有什么团体，甲伊讲哦，我们要组织哎什么哎武装革命什么团体，你叫伊空气，好大你做头一个。你咪拢叫阮做头做大先，伊到后壁你休困。现主席，我若讲着，讲着中华民国民进党，彼阵毋是叫大家拢冲啊冲啊，街头安尼水甲你喷啊，辣椒水啦，有无？啊，遐人拢狂掠关啊！啊，啥物人伫做好康诶？啥物人做好康诶？你家己想嘛知影嘛？民进党遐。即嘛现主席在做遮啦，除了着讲迄个美丽岛遐迄几个有去用拐过无唔对啦，但是遐人那是到落尾安那拢叛变呢，向蒋经国求饶呢，这实在有当想想啊，台湾人咱做个遮尔啊无价值，我是无掠你，我许掠你，我甲你保证一点啦，恁拢免来甲我看。是安怎安尼讲？爱有台湾人的骨气嘛？啊，你人生活到安尼还阁无够吗？当然啦吼，大家拢会惊死，迄个一定，你叫种台湾人拢惊死，你唔通安尼想。你今日有法律做基础，你伫法律的基本上顶端来看台湾的地位，你就唔免惊，唔免不用害怕。什么人都无法度对你安怎，尤其是讲。咱有一挂东西，我冇讲人啦。哦，秘书长，我会当去买枪呢。咱来组织革命团体呢，我讲你笑。我讲你来买枪，你离开台湾民政府。我有比武器更加好的物件，就是法律。我哪会不爱用法律？你讲对不对？嗯、所以，迄款的笑话，卖甲我讲。咱唔免用武力，咱用法律，咱就会当得到政权。我们为什么不用？咱来打破世界纪录了，好唔好啊？好。我有当感觉咱总理足感谢的呢。我吼朋友嘛真济，但是真少像咱的蔡总理这种的，做事呢，常常咱要上个以前哦，做到一身骨敢那牛咧。伊个餐伫边啊，尔呢，实足无简单个呢。当然在座嘛，真侪拢做实个啦。我较可惜就是讲，我毋捌做过实啦，即我个自卑的地方啦。啊，我着以前生出来，着算环境较好。阮爸爸是督学啊，啊，阮阿公做足大个生意啊。啊，前以前拢生长伫都市内底啊，我毋捌迄个啦。啊，所以有当。甲咱遮个，咱个议长啦吼，咱遮个东西嘛，你讲说，我有很自卑呢。我都没有吃过苦呢，干嘛足艰苦个呢？啊，我即马你算是食好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你免甲我拍手哟。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啊，民政府接着政权以后，啊，应该交予各位去处理。啊，我咧毋捌食苦个吼，等下厝里休困。好不好啊？好。
好啦，好，好啦，我跟你讲吼，我不爱继续啦，我无跟你骗，足艰苦的，因为我已经甲各位讲过啊，咱台湾民政府到今日一直坚持的物件有两点，第一，我们不募款，您在座各位绝对无跟你募款。你唔免募款，吼，咱若要做啥物代志 ，case by case。你告美国政府，律师诶，户头伫遐，大家若有钱诶，偌济钱拢无要紧，甲汇咧内底，互律师去处理就好啊。实讲吼，台湾人算足够诶呢，干那安尼吼，60万，咱捡着60万诶美金呢。所以有诶人都感觉讲真奇怪呢，奇怪呢，啊，这林某某奈遮厉害，伊拢无咧募款啊。啊！要做啥物，就拢做啥物，拢会成呢。我的钱为对来，你拢想无对不对？我嘛想无呢。天助自助者，当你的论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阵，有关的单位就会跳出来啦。所以今日咱即马所需的是啥？论述爱较搁较坚定呢。包括我三五声，你讲话卖脱脱去呢，没有按照法理呢。请可别讲，咱讲一个真简单的啦。我今日你讲，我今日你记起来咧，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不一定听有，尤其是今年九月，咱要伫电视台开播节目。我跟你讲，这拢照起步来啦，一步一步来啦。当有一天电视节目开了，中华民国未倒吗？倒，我跟你讲，绝对倒。卖讲遐早，今麦才七月尔尔。我一定让各位知影，因为过去。这电视台若听到林志深哦，无人要卖啦，卡侪钱都歹卖你啦。啊，即摆无法度啊，即摆靠迄个去甲帮忙。用力点爱卖，商业行为啊，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哎嘛，一拢惊呢。嗯，啊你若容易爱先互阮看呢，我互你看好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也跟我先签约啊，啊不你先签四级就好，四级好，四级若签落去一播出，我跟你讲，伊无甲继续播出，伊就袂得了，我无爱骗。四级若播出，咱发动所有人拢看迄个电视台，互伊收视率足高足高足高呢，伊免他不播，他没有理由不播啊，对不对？要播出的时阵，大家爱斗三工，爱来帮忙一点。规条路拢走伊讲，拜托看第几台，拜托看第几台，啊，一粒，每一户拢加加好，拢来讲。安尼的时阵，中华民国就倒啊啦。中华民国要倒，现主席伊金门嘛做是伊的，啊，即嘛中国，伊为着美国甲讲哦，伊用甲讲啊，讲我甲你讲哦。其实中国共产党也有开会哦，伊讲民进党去给因消灭去啊，但是即马阁起来一个比民进党阁较强十倍一个社会团体，叫做台湾民政府，美国军方伫后壁。伊甲讲讲安尼啊，即马现主席美国有甲中国讲啊，伊讲死啊，即个人伫台湾的即个中国人，转来你中国，你要想办法来处理哦。啊，要中国听着惊着呢，要害啦。啊！你遐人呐来我遮，啊！伫我全中国四界里走，啊！要怎革命？所以伊即马啊呐，伫平潭一个台北市1.2倍所在，台划一个专区，讲你台湾人，伊当然伊讲伊台湾，伊是中国人啦。你即个中国人，若要转来我遮，你就爱让我伫平潭的所在住，1.2倍的台北市，互你住，你袂当甲我爬走，伫即个所在尔。伊真巧，我歪骗。
伊若会拍拍照吼，啊，迄阵遐流亡的中国人吼，就感觉要变甲冰岛啊。伊是流亡啊，伊本来就流亡啊嘛，伊本来就流亡的中国人，即马倒转去吼，伊即马话伊家西藏迄边的人，革命，共产党怎倒？共产党真巧，我无甲你骗。所以你来看吼，咱去靖国神社，到今日为止，中国共产党没有发表任何对台湾民政府不礼貌还是不客气的话，无，到今日为止无。我有在甲注意呢，当时到今日为止，伊嘛无过无再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无讲。等到中国真侪网站遐博士，十个已经有三个左右讲哦，台湾甲中国是于情于理于法不相干。啊，嘛有人已经会晓怎样讲，台湾是仍旧属于日本天皇的领土。比咱台湾巧足多啊！你看吼，我咧上课哦，哎，马上吸收呢。所以每一摆咱去上课，伫咱的网顶，你看咱的这个节目，每一期啊，超过2万啊。因为电脑顶管拢足清楚啊，走袂去。啊，看看各位啊，你电脑你家己无咧看，你逐期拢有看，你举手我看。你看。啊，拢无咧看呢，啊，拢嘛讲爱台湾，你有爱台湾无？你嘛叫弄转唔敢讲啊，细声去啊，有爱台湾无啦？啊，你哪拢无爱看？啊，你无爱看，你都无好，啊，未晓用。你有后生无？叫后生甲你用啊，啊，叫后生甲你用，你甲讲哦，我要看这个，啊，你若甲创好哦，我回一百号。我跟你讲啦，我讲讲一摆啦，拜托的啦，爱学啦，爱去会晓啦。现主持的人哦、喔，有一天咱台湾民政府接管以后，一定每一家厝内底拢要甲你设电脑。哪有啥物规定，拢你电脑公布啦，你伫遐去看就好啊啦。咱韩国即摆拢安尼呢，异化呢，电脑化呢，咱爱学啦，真正爱学啦，咱个。咱韩国人即马一个月，迄个平均的迄个年收入已经拢超过2万以上去啊呢。咱爬袂起哩呢，爬袂起的原因是做，无你卖讲怪流亡天物，你怪咱家己啊，安那咱的学识无够嘛，电脑无几个会晓用的嘛。所以你来看哦，我即马来发动，啊要来投票，我看哦，咱即马请2000名受过训的，要投票哦，我看咱来投哦，无超过500票。我家己知影，所以我唔敢发动啊！啊，唔敢发动，创几波，甲美国伫讨论，伊讲你爱想办法啦，啊，想办法啥？靖国神社遐个人啊，将迄10万人甲救来，安尼变做咱的人，好唔好？所以各位啊，拜托诶，12月你一定爱去，你若经济有符合啦，38000尔啦，拜托你少欠咧，一个月欠5000块哦、喔，为即嘛欠甲迄个时阵哦、喔、有钱啦。会当去无？无声呢。要去，请你举手我看。我安尼差不多嘛，安尼200有啊啦。是真个假？你若举手，你时间无去，巴肚疼，我甲你讲哦。但是各位啊，我袂当去。咱已经甲美国已经申请迄个护照吼，迄、那个旅行证件可能会下来啦。12月哈，疫情一落来，但是落来呢，美国甲我讲哦 ，Roger 你不能去，我嘛是袂当去，是安怎？因为伊讲哦，安全问题啦，哦，因为我读遮尔啊济册，啊，我咧读内底，拢已经有遮个常识，拢伫读个内底啊，啊，我即摆讲过吼，即摆伊甲我看看吼，啊，即摆对我更精确的瞄准我。不过不要紧啦，我现主席已经有2000名的林志升，对不对？对不对？对啊，你有读无？有。真个假？爱读啦，我阁讲一摆啦。台湾毋是靠我来，靠咱逐个人。好、哦，靠咱逐个人。台湾到今日为止，会记得本土台湾人和中国人。完全欺负
中国人甲你讲啥，你就甲接受。可比讲，西方人讲台湾叫什么名？福尔摩沙。日本人古早册讲咱台湾叫啥？高沙。啊，什么叫高沙？高沙就是很多的山，很高的山，上面有云，很漂亮的这个地方叫做高沙。沙嘛，足悬的沙贴起来，高沙。所以高沙是不是有侮辱的意思？没有啊。那高沙有侮辱的意思啊，安尼福尔摩沙嘛也有侮辱的意思。福尔摩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哇，这好美丽的岛。高沙是好多的高山，才叫做高沙。所以日本天皇将咱原来的原住民，甲因叫做，因为以前的原住民叫啥？番人，番啊，讲个叫做生番甲熟番啊。落尾日本天皇来看，看到原住民唱歌跳舞，啊，那个作战，非常夸张啊！哟，这样的人。这样你要有水准，这样人这样以后，他们应该叫做高沙族，那个名是为这来的呢？啊，这国民党进来吼，都这样人骗，哦，这是高沙族是给你歧视 ？No， 绝对不是。其实有人我想讲，如果高沙族，因若不爱高沙族这三字哦，我想我平埔族我要滴啦，我要叫高沙族啦，平埔的拢总叫做高沙族。因为你若叫你想看卖吼，伊原住民啊，即摆中国人来，伊甲你叫做新住民。伊这计划是啥物？你看会出来无？政治上这是啥物计划？恶毒的计划，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吗？要消灭你原住民呢？原住民本来有120万，今天剩下多少？51万。再过50年，不到10万。所以你如果这原住民你不要被恢复你高沙族、啊、你如果今天叫高沙族永远不会被消灭。所以我有当时想说读书要念书，你真的没有念书啊，无知啊会被消灭，我不跟你骗，无知会被消灭，会被打。中国以前他们就说他们无知嘛，所以他们会被八国联军打嘛。今天台湾同样的情况，我们台湾人也是无知啊，所以让中国人打，让中国人消灭了。台湾语言这个台语已经要没去了。我的孩子是不会说，我的孩子是送去在美国，但是我在美国我的孩子也都你要说台语，尽量讲台语、啊、如果没有呢，我告诉我们的后代很多人不要说了。我看我们这些我们现在是不要说台语的，有吗？一定没有，不敢说了。你不相信？你问遐大学生，对一个大学生，你讲台语的，伊甲你讲啊，讲台语是无水准的啦，讲台语是落伍的啦。台客。所以哦，我甲你讲哦，这真正很多的价值观哦，咱台湾人要重新拟定，要重新界定。我们不容许中国人底下为非作歹。我们不允许中国人因讲什么，我们就叫什么。你知道美国是怎样不要来帮忙台湾？因为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杜鲁门1950年6月27号宣布这个台湾地位中立，然后麦克阿瑟来台湾，蒋介石安排麦克阿瑟和我们的黄朝琴黄朝琴见面啊！黄朝琴迄阵做啥？省议会议长啊！啊，黄朝琴甲伊讲啥？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这句话伫美国的啊，做国务院内底有啊。所以到今日，咱咧变规，我变袂过啊！啊，你毋是讲你是中国人吗？上海跟我讲啥？上海讲话怎么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 acknowledge 得知，再说一次，听清楚啊！
上海公报，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各位您在座咱什么人？咱什么人？较大声的什么人？两边的中国跟咱有关系不？但是大家拢叫是讲迄讲咱的，您以前是不是安尼认为？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都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得知 acknowledge 得知哦，不是认知哦。认知这两字啊，在因这个中国的字典里底没有认知啦，只有得知啦。认知这两字是对有呢，你日本的字典里底有啦。啊，中国因的字典没有认知啦，得知尔啦。听到美国听到哦，恁两边的中国人啊，所以台湾这边的中国人是啥物啦？是流亡在台湾这中国人啊，跟咱台湾人有关系无？没有关系啦。上海公报是安尼解说啊，啊，你看遐学者，啥咧乌白讲，随便拢乌白讲，真正乌白讲啊。所以你甲看哦，所谓的政治台湾，国务院讲的有真侪，你拢感觉足矛盾的，啊，听无咧？你不是听无呢，是因为伊所用的语啊，迄个语言啊，无同款啊。所以你要知影，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所以阿扁啊吼，无一定对啦。阿扁啊，敢若讲一句话对啦，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啦，两边一边一国啦。啊，两边一边一国嘛唔对。啊，若真正要讲两边一边一国，一边是中国，另外一边是啥物国？日本呐、啊。那如果受日本天皇的啊，是不是？足简单的嘛，照法理来嘛，按照法理啊。所以，今日讲起来吼，咱台湾的上界大的矛盾伫倒，就台湾人唔知影你家己啥物人，所以咱的电视要开始开播迄天，的前两天啊，我要甲拍一个广告，我要写啥呢？我不是我。逗点，你也不是你，逗点，他也不是他。我话这边人跨乌，政治台湾不等于法理台湾。我的广告，我广告词先跟你讲啊，三权，还有力不？我跟你讲啊，整个台湾人家人回回回耶，这里想想，我哪跨拢无？我不是我，你也不是你。他更不是他，法理台湾不等于政治台湾。请看明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台湾民政府。所以吼、哦，你若有甚物较好的意见吼、哦，即马开始会当提供啦，吼、哦、来提供呢，安来做参考。咱这制作会议啊、哦，我即马想讲，不然想讲来做现场诶，我想想。哎、欸，不一定要做现场哎，啊，对下推下边录影就好啊，对不对？录影，啊，即摆录影吼，你看，阮即摆来，咱即来播出吼，我甲你讲，一规台湾人，大家，我甲你保证，大家拢嘴啊开开啊，哪样呢？我不是我，你也不是你，他更不是他，法理台湾不等于政治台湾，看贵人看有啦。安尼，安尼真切啊！呢，李定宇嘛足厉害。李定宇捌讲一句话，啥物啊？我不是我的我。你讲我不是我的我，还、啊、我想足久诶。我不是我的我，啊，我是啥物人？啊，伊足得意诶，李定宇足得意诶。我甲伊见过一面哦。哎、啊，你讲，林先生，你讲即句话呐？我即句话我看无呢。我不是我的我。欸、我想好安尼，我不是我的我，我来用较简单嘞。我不是我，逗点，你也不是你，逗点，他更不是他。法理台湾不等于政治台湾，请看台湾民政府，好唔好？好。来，要来下课。楼骹吼，有冰的迄个绿豆汤啦嘿。啊，明仔呢，六点起床，七点食饭，八点上课，啊。我看大家拢已经知影，知影按迄个咱的即个
因为还有的房间吼无冷气啦，足湿的咧。因为吼有电风啦，啊，恁的台布甲我的台布拢共款，啊，恁的台布佫有的比我较好，我是放迄个吼顶的眠床，啊，你若放软的吼，想要甲我换，我会当甲你换来的。来，好客，下课。下课哩。加嘞。下课。